患者是一名妇女，患的是真假，常因腹痛、腹胀所苦，在服用砒霜后立即解除黑血，肿胀的腹部也消失了。姐姐就是一颗三公分，她就跟你一样都没有补。那妹妹觉得她子宫肌瘤造成量很多，所以她每次月经结束她就喝四物汤，就她就从三公分哦养到十公分，她只好切除嘛。让我们一起看中医，守护您的健康。